健康啊，就是知道快乐方法的人。其实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爱吃东西的人，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很糟糕，就是像含糖饮料，它这种人工添加物比较多的食物，它吃下去很美味，可是我觉得它会上瘾，那你就会一直吃。那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吃胖到70公斤之后，用错误的方法减肥，所以把身体减坏了。那我也告诉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好起来，因为我没有退路，然后就是努力的把身体调养好。到了这两年，我又开始跑步，找到这个你一个生活的嗜好，然后找到一个舒压管道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心理健康，身体也就健康了一大半。